恩典365，全新的一天，全新的恩典。成为一个很平凡的基督徒，我常常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恩典，就是人可以在上帝的光中回转、回头。很多人是回不了头的，硬着景象。旧约圣经讲说，神的儿女有一个神最厌恶的罪，就是硬着景象。硬着景象就是不回头，通通都知道。我知道我哪里错，我知道哪里不对，但是我偏要这样，偏行己路，我就是不回头。能够回头，就进到上帝的恩典里面来了。好像约拿书里面讲到的尼尼微城，这个城神已经命定它40天之后，这个城要被毁灭的。但是40天之后没有毁灭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整个城，从国王到贩夫走卒，全民悔改。而且那个悔改是落实的，圣经里面讲说，国王下宝座，谦卑下来，不是我是王，我就要这样，不，谦卑下来。你知道，一个真实的悔改的第一步都是谦卑下来，然后呢，披麻蒙灰，那个是一个悔改的一个代表，他们真实的悔改，并且后面讲。不只是外面这些形式上的披个麻，把灰撒在身上，不只是这些外在的形式。圣经上讲说，他们就离开所行的恶道，并且呢，丢弃手中的那一些不讨神喜悦的那些强暴的事，离开丢弃。这就是圣经里面，在新约里面，施洗约翰所说的。施洗约翰曾经责备法利赛人说，你们的悔改不要轻轻，我说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说完了错继续犯错。不是，施洗约翰对他说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那个就是说，悔改不是嘴巴里面的一句话，悔改不是一些外面宗教的行动，一些仪式，悔改是一个真真实实从里到外生命的更新。离开丢弃，不该做的丢掉，那些我陷在其中的我离开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我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悔改。真实的悔改带我们从那个命定的管教刑罚出来了。我求主施恩。这段时间分享约拿书，我们有很多被提醒的地方，但是接下来是我们的决定，是你和我们的决定。什么都知道，却硬着景象，我偏要这样，我就是这样，或是好像尼尼微城一样，这个命定被灭亡的城，却有一个绝处逢生，因为悔改，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求你自己施恩，因为出于你的话，每一句都带着能力。你的话不只是告诉我们应该，你的话不只是光，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真相。你的话带着能力，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让我们靠自己无法离开的，因着你的话我们可以离开；靠自己没有办法丢弃的，因着你的话我们可以丢弃那些不应该在我们生命里面拥有的。主，我求你自己给我们一个从灵里面的降服，让尼尼微当年尼尼微城的那个恩典今天也临到我们身上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一个命定悔改的城市，走出那个命定的咒诅，因为悔改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悔改，走在上帝的祝福。
才胜利翩然降临，如寻歌平安落在你心。永远我是you